陈英杰老师，请。这首歌你唱得很放得开，很棒，你有你的唱法哦，你的唱腔是很帅气哦，我喜欢这样。我不喜欢唱歌啊那点点点啊那点，但是我觉得你唱歌有你的感觉，自己的味道又稳，而且那个率性都出来。你今天赢定了吗？刚胡哥就讲你多的多的求多少的，啊，基本上多的求了，那没那个。但流程还是要走啊，好好流程对了，不是是因为我们很敬业。不，他刚刚讲的话，他就很有自信，而且我觉得你唱歌讲很有力，懂吗？哎，对自己有信心，所以我这样讲吗？真情少吗？哈，好，像是你们两只兵一样，好，大家加油啊！有没有听到？嗯。对，黄山老师，现在听袁枚唱歌都不会觉得在比赛，就是玩，有一种纯欣赏你唱歌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很成功的地方。你在台上慢慢的把那个比赛那种紧张感都去掉了。然后你在每一次的演唱当中，你都可以展现出一些更多的你的风格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。那今天这整首歌，其实整个这种比较慢的摇滚的东西，它还是会有一些轻重拍的地方，你都做得很好。好，唯一我要还是要跟你提醒，就是有一些台语的咬字的东西会让人家有一点点出来，但其他部分都是很好。比如说干型、心比这种型的这种。嗯的这种音，可能再去斟酌一下，我觉得你已经很棒很棒了哈。谢谢老师。挑战者是91.6的蔡正奇，田燕梅到底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今天的表现得到评审老师们一致肯定，田燕梅这首歌曲可以得到几分？70、80、90、91、92、93，小数点继续跑。恭喜得到93分，成功卫冕五冠，奖金10万元。是，那我们要从田燕梅的票箱抽出一位幸运观众朋友，得奖的是，恭喜这位幸运的观众得到奖金3000元。谢谢正奇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也恭喜燕梅，来，请登上卫冕者宝座。恭喜田燕梅成功卫冕五冠，累积奖金10万元。